已经知道 AB 是直线 L 上相异两个点，如果 L 的斜率呢是3，是求 K 的值斜率，重点就在斜率这两个字。所以斜率的基本定义是什么呢？X 坐标相减分之 Y 坐标相减，所以这一题就是很基本的题目嘛。来，斜率就等于来 X 坐标相减2减掉2减 K， 然后 Y 坐标呢 K 减2去减掉4。好，整理一下，分子是 K 减6，分母呢2减2没了，负负 K， 所以就变正的 K。 好，交叉相乘 3K 等于 K 减6，所以 2K 等于负 6K 就可以算出来，就是等于负3咯。